验对时对价真实获利的绩效。你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加入我的 LINE， 面面俱到，真功夫公开让你验证。大家好，欢迎收看《价钱的吃》。大盘指数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从封关之前，台股在一万四以下，没有量的格局，大家怕的要死。外资在放假，你在害怕吗？低档低量好布局啊！外资在放假，你千万不可以放假。这个过程很辛苦啊！你不要以为一万四当时候的一个低档区买股票很简单。你有买吗？如果你有买，到今天为止你大概已经赚了快800点的空间了。多头行情回档看支撑，11月12月份台股涨了2000多点了，当它回档修正，支撑在哪里？11月11号那个大跳空缺口强力支撑了，要敢买要敢低接啊！这过程2000多点了，记得吗？一个多月嘛，涨了2000多点的回档支撑，11月11号强力的一个缺口嘛，接近支撑，站在买方13981，不到一万四，成量1400多亿而已啊。一月三号再给你一次机会，在一万四，看法不变，支撑来的，买股票，成量一样不到1500亿啊。在一月四号，台股呢压回了24点呢、啊，我说支撑守得很好，而且量能已经增加了嘛，筹码很稳定哦。在这一波大盘涨了快800点的过程当中，融资持续的递减，包括昨天呢、啊，台股是大涨300多点，融资还减少了17亿啊，这个行情有那么容易结束吗？在上礼拜三我就跟你讲过了，量能持续增温，筹码很稳定漂亮，所以接下来礼拜五就来到14384了。昨天跳空大涨，然后14752啊，量能2200多亿，漂不漂亮？所以当今天台股呢在高档震荡，一样创新高14816，涨50点了。行情当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昨天这个跳空中长红已经确立了，接下来的量价结构呢有没有持续增温？昨天融资又大减了17亿啊，从量价筹码来分析，你认为行情如果还会再涨，接下来动作该如何做出你漂亮身段？需要我帮忙的不要客气。台积电重量级的股票，当时候10月25号达到37，持有者续报，很多人买在600、500、400的，我知道你们很痛苦，是不是？痛苦的心声我看到了，所以在10月25号37告诉你们持有者续报，不要杀低。3738一样告诉你要站在买方，什么时候该解码？11月16号当它来到494，涨了116块钱，减码台积电。11月18号再来一次494，减码台积电，因为量价不对称有拉回的压力。有没有被我说中？它有没有从494拉回来到442？ 494到442差了50几块钱吗？果然拉回啊，拉回看支撑啊，跟大盘如出一辙啊。11月11号这个跳空缺口中线支撑啊，所以42接近支撑，站在买方不要杀低啊。1月3号443再给你一次机会，看法不变，当天有利多，台积电资本支出再创新高，从去年度的360亿美金，今年度预计400亿美金的一个资本支出。奈米的提升，5奈米、3奈米、2奈米到1奈米，你就知道它的制程的研发所提供出来一个产能，全球就是孤注一掷在台积电身上嘛，所有的订单往它靠拢。你光是看它的资本支出，每年度平均都占全球半导体设备20%以上啊，所以龙头就是龙头，龙头的台积电该怎么分析，该怎么掌握？相信我给你的看法很坚定，我没有再跟你模棱两可。你应该清楚清老师的一个操盘节奏嘛？
直球对决，不管是大盘的分析，个股的一个操作，我会告诉你，假如怎么样才做出什么动作吗？那都是肺炎，对你操作一点帮助都没有嘛。所以台积电不管是 442.5 或是443，什么样看法不变，接近支撑要会低接，要会买，有没有涨到459？有没有涨到481？昨天一样跳空大涨啊！今天台积电呢，来到波段新高的487，443到487，2600亿的股本呢？494是谁带你卖的？443是谁告诉你可以低接的？应该就是只有在下我，大型的全指股，大象跳起舞来也是蛮漂亮的嘛。从371到378嘛，这一段116块钱嘛。那这一段呢44块钱吗？利润是庆老师带给你的。接下来台积电呢有机会挑战500，来到500整数关卡就不要乱追了，提供给你做参考。台积电往上走高，相关的供应链中沙今天表现也不错，拉出中长红，盘中差一点亮灯。台积电会上去，再生晶圆的中沙当然也会上，所以这档股票8月19号去年度175创新高，我待会卖，大家都赚钱嘛，创新高卖一定赚。来到11月30号，等了3个月啊，剩12才做结尾，因为打底完成175，对，差了63块钱嘛，12接回嘛，接回之后慢慢的垫高拉涨停创新高，涨了21%的台哦，更正一下，中沙我减码131嘛，记得吗？那131减码完之后，12月27号新年封关之前，大家都串了一弹，量人说啊，好害怕，没有量股价不容易表现，我知道低档低量是你布局的时机啊。那开完盘之后呢，外资有没有归队？这几天外资买超台股几百亿，你赶紧看你就知道嘛。所以要在大盘还没冲出去之前，外资没有归队之前，领先他们卡位嘛，是不是？所以131有减码的来到 106.5， 12月27号吞噬黑 K 棒，不杀低可以低接，高档没有卖的106不可以杀低，高档131有卖的106.5是可以低接的。今天的一个中沙是拉出中长红来到118，这样也是奇葩啊，没有错吧？所以这档中沙的一个架构，当然我不是今天告诉会员去追啊，这档中沙是庆老师普通会员的持股，普通会员入会门槛比较低，所以人数最多，全体普通会员帮庆老师做见证。27号106.5那一天，我有没有告诉你们可以低接？不仅27号啊，12月30号那一天，我要告诉我们普通会员105.5一样低接中沙，包括上个礼拜二以及上礼拜五啊，106 105.5新会员一样低接中沙。所以在中沙今天还没大涨以前，106以下我都在低接中沙，给你的分析很肯定，因为我在12月27号嘛，106.5的一个中沙就告诉你们可以低接了嘛，哦，只是说有些操作保留给会员而已啊。30号105.5低接，上礼拜二、礼拜五，你只要是新会员的，都买在106或105.5嘛，会员都可以跟我对视对价，保证一定低接得到。所以今天中沙拉出去大涨8.8%，盘中118差一块钱亮灯。赚涨停板赚波段真的需要靠实力，所以整个一个中沙的一个架构，高档174的卖点，12接回的位置，131的减码，以及低档106的一个买进的一个时机点嘛，所以对今天拉出一根红 K 棒合情合理啊。如果台积电有机会挑战500，再生晶圆台积电供应链的一个中沙，它往上走高是值得我期待的一件事情嘛？
既然值得我期待，低档我就会带会买。昨天我也保留一档股票给我们会买，这档股票叫做5G 光通讯的华星光。先来看一下昨天买进的价位，昨天礼拜一9:25的华星光，11月营收新高，40.7以下买，25的股价在40.55，你去对时对价，40.7保证你成交，当时的价格都在40.5，收盘是40.8，所以昨天买在40.7，几乎是买在收盘价附近的。今天这档华星光有没有从40.8直接拉出去？很快速的一开盘就亮灯，恭喜一下我们的会员，在它还没有涨停板以前，昨天要先买。昨天为什么可以买5G 光通信的一个华星光？11月营收创新高，年增长率将近80%。昨天打到这一条季线叫支撑，跟大盘一样。在新年封关以前，我告诉你，11月11号那个跳空缺口，强力支撑要会买。多头行情回档看支撑，华星光啊，这一波我没有赚到，很可惜啊。它能涨那么凶悍，一定是大多头的一档股票嘛，基本面新高啊，是不是？所以当它回档来到季线支撑，要不要买？嗯，昨天买40.7啊，昨天的位置啊，再度的跟你对时对价40.55，我告诉会员40.7以下可以买，一定买得到。买完之后收40.8，今天是不是40.8直接拉涨停？你昨天以前没有买的，你今天是买不到的。你今天是买不到的，所以给予会员的资讯到底有没有价值？你认为呢？扎扎实实赚涨停，昨天要先买，昨天没有买的，你今天买不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该保留给会员的，亲爱的会员，放心好了，你们那么支持我，我一定给你们最好的买点跟卖点。所以为什么这档股票要盖牌？上礼拜五的大股东加持的一档持有股啊，大股东是谁？联发科啊。所以可能很多人看我节目，知道这档股票是联发科入主，你一定知道是哪一档。你只要够用功啊，你一定查得到它是裕泰，赚超过一股本的持有股啊。裕泰微机电麦克风的，上礼拜我的收盘价是243，我买240啊。K 线有没有一样？基本面的分析，所以这档股票今天有没有创下波段新高？所以上个礼拜五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来对时对价一下。9:33的裕泰，基本面赚超过一股本，联发科入主嘛，大股东啊加持啊，240附近买，当时候在240，会员可以对时对价。240买完之后收盘243，现赚3块钱。上礼拜五啊，收盘是不是243？是不是？今天那个裕泰呢，最高256，3天16块钱。3天16块钱。上礼拜你有锁定我节目的六日，你去找资料，找出来裕泰之后，你昨天有没有买？你昨天有买，一样啦，哦，可以拉出去，一样可以赚得非常舒服啊。所以这一档裕泰为什么今天拉高来到256，尾盘稍微震荡压回？因为它前波高在257啊，在257啊，所以顺势的压回很正常啊。所以上礼拜五裕泰这个位置买240，够不够水准？够不够水准？今礼拜二啊，256啊，3天16块钱呢，快不快？所以另外一档非常漂亮机油股啊，股价跌掉一半，赚超过半个股本哦，股价回档修正腰斩啊，那大底已经完成了，筹码很干净，创下新低水月月。那这张股票上礼拜五有布局，到今天为止它还没冲出去。它还没冲出去啊，我认为它未来空间很大，所以股价的一个选择性，我从基本面下手，从筹码面帮你挑选未来有成长性的个股嘛。技术形态大底完成了，
未来空间，谢老师一样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布局啊。昨天推出了这个红包三重奏的专案活动，反应很热烈，很多同僚打电话打不进来，或是等了很久我们才接到你的电话。不好意思，因为昨天满线抱歉。其实这个专案活动是公司希望我推出来的一个活动啊。你应该知道谢老师很少在推什么专案，不太习惯。那因为公司有这样的需求，那因为刚好适逢农历年嘛，我希望大家来沾个喜气。什么样的喜气？第一个红包是我给你的，公司当然会加码一个，另外投顾界的孔刘就在下我再加码一个，总共三个红包，难得的大礼。这个大礼物是希望在今年度的金兔年嘛，金兔年又叫癸卯年，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卯起来赚今年度的金兔跳跃的行情。你真的有需要的，电话慢慢的拨，等待一下，如果真的战线没办法拨进来，我希望这个红包三重奏难得一次的一个见面礼，搞不好搞不好啦、明后天我就会结案，因为满线会员超收的出乎我的预期，我不希望会员超收那么多、因为会员收很多对我而言压力真的太沉重了。谢老师为什么会有高血压？就是因为我当了投顾老师十几年了，我来当投顾老师才有高血压这个毛病，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需要在今年度的金兔癸卯年想要迎接这个兔年的跳跃行情，这个难得一次的机会，刚才讲过搞不好明后天就会结案，那这次你错过，明年不一定会有，明年不一定会有红包三重奏金兔癸卯年，建老师带你卯起来赚，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进来。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庭娟。到价值型投资，我们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面板驱动 IC 的一个天域，看一下，达到177，超额利润买点很精彩。上去之后回档来到181，第二只脚买点，赚了几块钱。从177到181买下去之后，274卖，137块钱超额利润嘛。那274卖完之后呢，我等了十个月，去年度的10月17号103。才买进买回，为什么面板价格止稳了吗？当时面板价格一路崩跌，所以呢，相关的面板驱动 IC 我卖掉之后就不碰，直到去年度的10月17号嘛，103买进买回啊，避开了171块钱的风险啊。买回之后呢，133涨了388，先卖，然后再低接，清不清楚？双十一那一天呢、先卖嘛，什么时候低接回来？19啊。这样不是差了十几块钱吗？而且节省了两个月的一个时间嘛，所以整个天域面板价格止稳了，先赚这一段，又出现急单了，再赚这一段。19接回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接回之后有没有大涨9.1%？1月4号大盘跌24点，表现不错，涨3块钱。上礼拜四又来到131，礼拜五来到135的破断新高。昨天礼拜141啊，再创新高。你19没跟我买的，接下来没有低点让你上车了。所以你认为盘中跟着我讯息动作的会员，是不是全市场最大赢家？两阶段的操作，零失误，没有让会员受伤，你看得很清楚吗？如果低档区进场的，如果高档区卖的，有没有全程跟你对时对价？该赚利润有没有赚到？回档修正风险有没有避开？很精彩啊！你以为那么简单吗？一档股票的波动循环的高低点要抓得如此的精准，你以为那么简单吗？昨天告诉你141的天域不仅过了我133的卖点，还过了前高啊！我说它很强啊，我说它很强啊！今天有没有续创新高啊？今天最高141.5啊，收盘就是141.5啊，再涨4.5%嘛。
所以这个关键性的卖点跟买点是谁带给你的？姜老师的一个操盘能耐，你以为那么简单吗？你看我分析大盘跟台积电，你就知道了。大盘啦，看有做股票伤谁啊？台积电这种大项的股票，我都可以抓得如此他清楚的高低点的转折。你认为其他中小型的个股难得倒我吗？天域面板驱动 IC 的，它中小型的个股啊，难不倒我啊，所以零风险的一个操作啊。这一档联雅营收新高的，十二月底大盘没有量，它一样没有量，等待量能上攻啊。我说低量的一个联雅要买啊，105.5，开完盘之后还是没有量啊，低量都是布局时候，联雅105嘛，清不清楚？没有动的一档股票。告诉你要赶快布局，上礼拜四啊，黑 K 棒啊，还是105啊，布局啊，布局啊。昨天有没有开始冲高了？上礼拜我就红 K 棒了嘛，礼拜是黑 K 棒啊，105嘛，礼拜我是不是红 K 棒？昨天礼拜一是不是跳空来到 12.5？ 今天这两年年呢，来到116啊，从105到116，11块钱啊。大概 10% 左右啊，我知道不多，但是你跟我布局，有没有觉得很安心？有没有觉得很安全？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可靠？稳定的报酬率来自于选股的方向，是符合巴菲特价值投资概念绩优股吗？技术面的一个操作，低档低量跟我买，我哪一档股票不是这样布局的？你以为昨天的华星光买那个位置 40.8 是凭感觉吗？季线的支撑，营收新高的一档绩优股啊，很好操作啊，所以呢，10%是不是一个利润？相信你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一档联宇今天把它做调节，1月4号短底突破的买点，大涨9.1%之后，隔天又涨了3.2%，这样有10%，今天创新高27.4做八档，卖掉的联宇当然是为了买新的标的。这一档跌掉3/4的营收呢，下半年新高的绩优股啊，你们看筹码很漂亮，很漂亮底部哦，这种空间很大的个股，就是接下来你跟我要掌握的价值投资概念的绩优股啊。红帽三重奏目前如火如荼的展开，很感谢昨天电视观众朋友的一个热情的参与啊，支持我的很感谢，想跟上的也欢迎。难得一次的红包三重奏，金兔癸卯年，由姜老师卯起来带你赚下去。你真的有需要的，电话慢慢的拨通，服务人员一定会给你最好的服务。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庭娟。好，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了，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也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执行投资对时对价，欢迎持续验证支持庆龙老师，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 LINE， 让您看到也能赚到。